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那个，我们这个礼拜哈，从昨天开始联合，然后今天有派 DM， 然后明天的夹报七张的夹报，然后明天有苹果跟中时，那后天有夹报是景美哈，然后跟联合报，那再来就是议员这个，那就请各位去给自己的伙伴，给自己的庄脚，好不好？你有熟悉一点管理员，这个就是针对管理员送给他们的。好 ，memo， 一人有十本，一人有十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其他还有什么事？请说。那个，我建议说有没有一些曝光率哈、哦？那个永庆跟那个信义还蛮敢挂的。那各位也看一看，有些案子挂了三家中介哈。那、这个曝光率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会觉得说建议说我们是不是做形象稿，还是说可以挂销售稿，哦，可以挂销售稿这个部分增加曝光率啊、哦，这个我是建议这样子。好，那麻烦大家的几颗水饺赖给我。所以你实际的室内面积要达35坪才够你用是吗？好，那我知道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礼拜六就不用再过去看了哦。好，谢谢您，我再联络哈。好，拜拜。您可以留下电话吗？我请这方面的人打电话给。你要拉大一点吧。不过其实因为有在里面有进进出出，对，我现在是想知道说，他已经帮哎漏水的地方在哪里？以后如果说还有问题，就不会说漏水就在那个抽屉。看看是不是到现场，可以、啊、看一下哈、因为不知道说，对吧？就怕说那个地方以后。漏还是会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要现在没有了解一下。现在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实话实说。对，我知道我是。我们有担心这个问题，可是六个月他还没跑过来。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你随时去看啊。他这种东西不是说，它里面也有挡水墙你知道吗？这地下室里面都有挡水墙，它有一定的高度。因为这个地方还要深一点，对啊，下面还可以，好加两笔，所以你要天空调不对就要刮掉哦，云会跑来跑去啊，所以你要把那个云动来动去，还是静止的，还是这些树怎么造型，要把它那种风向啊感啊画出来，两个还真爱画，反正也没事干啊，不是没事干啊，是没钱赚啊，所以只能画画而已，谁叫自己手痒爱画啊？不是啦，下卡这间细间啊，会使画啊，顶管你间买，因为伊的面积伤大，因为你两个白色的重叠啊，你那个小的留着，你大的就不要，不然你在画面上面看起来你就不像一张画啦，挺麻烦的。陈义正，六点了吗？六点了啦。已经过了吗？还没啦。惨了，我打一下电话。妈妈。
中国宅也有。你好。那你这个21.7坪有包含这个庭院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所以21.7坪只有主建，连平台都未包含。如果包含庭院是33坪，33坪就是还有包含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好，带回去看看。谢谢。谢谢。如果要看，打电话来，因为屋主自住要先约。OK， 好好。好，谢谢您。你好，有在看这二楼吗？富源街，靠近三民路行道会的旁边，太平洋建设的。随便看看啊，带回去看看。对啊，好啊，好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呢。哪里？你好，小姐。这么认真？哪有啦，周末就是销售日啊，来买菜啊。对啊，走一走啊。走一走，那间有考虑吗？好啦，我非考虑看看，我去谈价钱。这都是价钱好意，尽量去帮你。你是看喜欢，你先生一起看，喜欢我就来议，好不好？因为一手屋主他是老阿嬷哦，真的要卖。是的，我跟你讲，此项的话以后要脱手也难。现在哈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政府就是在拆违建，他这个有一个要拆到新北市很难啊，台北市还没开始拆，台北市要拆都难了。哎呦，你还没开始动工，他说拆要自费耶。所以这就是问题啊，政府不肯出钱，谁要自费给你拆，会出人命的啦。我们是民主国家，讲人权的。全部都把它删掉 ，OK。对啊，就是全部都把它删掉啊，你好看啊，不然就画这一角啊。画啦，我们画一点点。哦，住家我会来光芒啊，住宿也行。都可以，这个也好看啊，那个房子不要啊，都删掉啊。你看，像这个地跟这个屋子就太接近了哦。改呀，所以就大润发又要改掉啊。大润发那一栋啊，就是天库啊。那一栋要不要把它缩小啊？缩小就不像了。可是那个大到有点，就很麻烦。我就想要用芒草把它挡掉。啊，可是那个太彩度太高，它就会跳到前面来啊。变小也是一个办法。好，我现在把它画成这样子，有没有比较好？因为它实在是太大条了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就像少林讲的，说，哎，我先用信托是一种方式，用租的也是一种方式，教官都可以。那模式有非常多种，只要是合理，只要是安全，安全，对不对？只要是安全就可以。搞这么久，还在差这8个月、半年的嘛？对呀，对呀，半年，对，不要自己去找那个麻烦，不要找麻烦。而且是一丘之貉，我把狼赶走了，把豹留下来干什么？现在退潮退到一个程度，所以那个流很乱，我们大家就一直在挂底。钓鱼中鱼的那个刹那是最好玩的，然后更好玩的是，你中别人都没中。没有，这个是开玩笑讲的，其实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哎，别人就会问啊，为什么你中我不中？那我们也会好奇，为什么他中我们没中？那不是很像，不是很像我们做业务一样吗？我们要跟鱼比体力，跟比这个，要把鱼骗上来。
今年大家都不好，你自己本身要有经济基础，不然你万一两三个月、半个年都没有收入的话，你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？那很多来我们做我们这一行的，就是经济已经濒临崩溃，才来做，想说赚得比较快，结果崩溃得更快。而且现在房仲业比 Seven 还要多。那钥匙麻烦都在这边，我在这边 ，OK， 很多。那您这边就 OK 了。好，我跟梁姐讲一下那个。谢谢。明天早上会出，中午之后去查一下。谢谢。这个钱又一个新的开始了。哦。又多了一个贷款。所以我大概就写30使用面积。对，当然是这样。你就给我帮你登。没有，那591也可以。我知道，我会登的。好，谢谢。那个你不用问了，我帮你弄。以后什么时候会缴增值税呢？就是变成不是道路用地的时候，变成建地的时候，可是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寸土寸金，政府都巴不得路更宽了，对不对？八米巷变十米巷等等，不可能这样。好，店长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哦。好，那这样子我来了解看看。他主要是要有车位。我也搞不懂，反正我。立刻帮你省了250。谢。省足济哦，无我足辛苦的呢。我唔知爱几岁才能退休。现在100%哦。对啊。为什么？文宁院之后啊。为什么？大法官说。那个政府不能剥夺人民的权利。你看啊，我十六户都完成了，我就差两户。对，照以前的游戏规则，我已经 OK 了。等我现在那个都跟如果做起来了，我以后再帮你的做就行了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喽，谢谢啊，拜拜。我只是坐收渔翁之利。没有啦，这个过程搞了一年呢，他的房子卖了一年，卖不掉了。本来是给我们专卖，然后后来他开放给一般约，给大家一起卖，然后他给好多人卖，对，然后一直卖都卖不掉。希望你跟那个建商那边有谈好东西。我那个房子啊，现在怎么卖也就1000多。如果变新的，变2000多。本来不从气候，不成气候，到现在大家一个鼻孔出气。对啊。从一开始完全没有交集，到现在大家已经串在一起了。然后只剩下两个，那两个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一个因为妈妈80几岁了，一个90岁。他怕说啊，那他要去住哪边，然后要怎么安置？像我让他这样去做的这个都根，其实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因为真的能做完，他可以因为这个案子可以退休，因为没有那么容易，真的没有那么容易。他才做多久？很难，非常的难，很难想象，非常的难，比卖房子还难。他才做多久？可是他说快成功了。对啊，没有他很妙，他所有的事情都，他有些时候他是极度乐观，有的时候又是极度随性，所以我才会想拿东西 K 他。我们每个做中介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，就是因为他的特质，所以他才有那蓝袋子，不是白好看，那是真的得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一个念头一转，因为大家都疯了，笑哎，神经病。我看看他，我觉得好吧，既然他不疯，既然他疯，我跟着他疯一次。我们也做，我就跟着做广告，就碰到一个疯子打电话来，然后就去看。不止一个疯子，三个疯子。然后就去看，然后这疯子就买了，但是这个疯子现在是赚大钱，结果那个谁傻瓜不知道？所以他不是真的疯子。他是有钱人，怎么是疯子？
味，那下雨它就多一个层次。下雨天可以这样子，让它糊进去，好，还不错啊，好看。可以啊，有空气感，我看这个家伙。哦，哇，高手都在画这个。哦，我们在画画画画什么？奇怪，哎，我问你，你画画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喜欢？还是要展览？犯贱！你不老实哦。有的人，很多人他不画建筑了，不好看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取舍掉。有的，然后又是那种铁皮屋，蓝色的。其实做画家很喜欢视而不见哎。这个飞点哦，像很小颗，你要把它点得像那个。像那个什么，像蟑螂石，没办法啊！你得要超越我啊！你别怎么可能？好了，不知道这个画是不吝赞美的。哎，这画画很辛苦的，画这样子，这种景会有人买才有鬼啊！红了也不见得会有人买，拿去当遗产啊！哎。啊，你也要有名才会有遗产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没有名的话，人家就把你当垃圾丢掉。你看，不会切的才这么多给吸，你看到没有？前天还在海里游。我这一阵今年鱼非常少，去年我们就吃的很多。你已经等于就是说已经幼鱼到一个阶段了，那个人还丢还崩，就中啦、啊。那鱼就是从前面游过去就咬它的，你怎么办呢？可是做业务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，我们讲的机缘吧。可是你自己准备那才是真的。因为我觉得就跟其实跟我们钓鱼是一样，你东西对了，那剩下就是几率问题。那有些时候你东西不对，没有几率的问题。来，店长替你钓到鱼，托你的鱼的口福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，简单，大家一起，干杯，赶快开炮吧，大家一起，对，没错，好辣椒劲哦，它还是只有沾到嘴唇而已，沾到嘴唇还是很辣，来，大家好，姓强，强靖宇，哦，你好，三点水的靖，你好，欢迎你，好强哦，对，姓强哦，来，坐，这边坐就好。这边坐了，下一个冒泡的是谁？祝我们早日冒泡！现在钓鱼量最大的，猜一下好不好？猜中的有奖。真的吗？你干了，大姐你那么爽快，好，谁？什么？你做梦说我冒泡了，冒到哪边去了？被人冒走了。告诉你，这22年是在鼓励我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，你的房子冒泡了，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一点点就好，你不喝完没关系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客气。你的房子被卖走了，你赶快来上班吧！你看我们这些老 Coco 看到你就有活力了，青春活力哈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你看，亮点头如捣蒜呢。因为本店我最年轻，再来就是你应该是现在来你就是最年轻的。对啊，他最小。不过那个今天那个阿金回来跟我讲一个消息哦，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。听说那个84巷只成交105啊，105不知道真的还讲的，我们还在求证啊。不过他讲的应该是89。我还在想说105我们就做的太辛苦了哈。没有，我知道他很软，不知道软到这种程度了。实价登录出来，你们就可以证实这一切了。投资客买去了，那个不是，那是同行的，你们投资客根本不可以做投资客，好不好？就没有人敢这么低出啊。1050大家都已经喉咙紧紧的，来，
老师去写个顶来。来，睡睡睡。加油！擦一擦，重新再来。睡睡睡。我就觉得说，这个选取完以后，那个屋主的弹性就很大，所以说各位如果买方有那个的话，尽量出了，尽量收了，收了再说，不要说不收拉价。有人等2016年啊，再翻一次盘，再顶一次价。竟然有买方这样讲哎、欸，你姓这个姓真的很棒，姓。强啊，强，对，姓强。如果是男生，客户一下就记住，绝对不会找错。你们那个有一个怪怪的姓，哦，对了，对，你知道以前我们店里面有一个姓福的，强弱的强，对，强弱的强，叫福开杰。嗯，然后就这样，就去那个陌生拜访，按门铃，谁？我姓福，我很美满的，我姓福。你都别客气，都可以上去啊！我说你的不要客气，你都可以去介绍。我以前不敢站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介绍，人家没有要看，介绍要干嘛？不是，有人喜欢。我以前连这样派低我都不敢。哦。对呀，静宇很适合 OP。适合发经验吗？很适合 OP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客户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按门铃。你知道我看那门铃看多久啊？没办法啊，我真的看那个门铃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可是我老板告诉我，你要去按那门铃，我不能不按啊。哎，阿树那边你去按那门铃，不是打扰人家吗？那我们部队，我很小时就受那个环境很好笑啊。爱民十大守则：一、宿营挖厕所、洗澡避女人，就是不要打扰，就是不要打扰人家啊。按门铃就奇怪，跟我以前的观念，所以我第一年我冲撞非常非常厉害。晃来晃去，还是按了叮。没人，叮，没人，好高兴哦！之前在那里也出来 OP 吗？很少哎，两三次吧。哦，你运气好会存活下来，景气好你会存活下来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如果你自己真的很够专业，不管景气或不景气，我觉得都是可以存活下来的。只是房地产的专业到底什么才是专业？休假日，但是因为他舍不得把这客户给我，所以他就一定要亲自来操刀。我不晓得你也在，不然我就不大帮你了。宁可牺牲休假，因为他不要把利润分出来。奇怪，我在问你们的时候，你们都没有讲的这么一语中的一样。这个房子有漏水，好。有漏水，结果我一同事的买房气炸了，因为他觉得被骗，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因为我看房看得很用力，我就觉得我被屋主骗了，我也气炸了。结果我们是被漏水，所以这处理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漏水都不要慌，要先去弄清楚。正常的逻辑，公共的排水管大家都很乐意分担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人这里五楼说我不付哦，好，你不付，我就跟这里的人简单的讲一下，他不付，你不付，好，套起来，我就套起来啊。他说不是他的，跟他没关系啊。20分钟他就跑来找我，
你为什么把我的水管堵起来？什么叫做是你的水？在我家不是我的吗？在我家不是我的吗？那你既然不管我家的水，那我就有权把它套起来啊。那其他人都知道啊，其他人都认同这是公共的。那他就说，我就说，那这个是大家的管路，所以我套起来影响到你。那漏水你要不要共同share？2980，四房带坡平车位。我跟他出1250，他不卖，他那个是27多平。对啊，那1250不卖。他不卖，我跟他出1250，他1310。台北人买走了。二楼27平，你都出1250，这个一楼的可是人家那么大。二楼还可以啊。一楼当然比二楼，一个车位要200万。现在是几点了？我今天没戴表，我这两天都没戴手表。11点多了。是哦，好晚了。其实也不用看时间，肚子饿了就是。嗨，你好。开价才1680。可以停两部车。它是主建面积，因为一楼都可以啊，它有个很大的院子，院子门口还可以停。这院子如果可以，没关系。你要看大间的，我有啊。对。啊，大平林。大平林。对，方便留个电话给我吗？我资讯有收到最新的，我就告诉你。我问的，你要找我去看，我都没时间。是啊，还是我现在带你去看那间一楼？不用。那我怎么找您？我车子很大，没关系。好好，再参考。不去了。对。不去就算了。啊啊，第二呢？我来拍。拍一拍。今天早晨就这么快过完了。还没有做到什么事，他就过完了。你好，昨天我们不是讨论那卖不掉那间的感觉？哦，我先问一下。你帮我借一下，我看了等下就来。你今天发狂了，开始狂带看。你要借我哪间啊？快说啦，跟我有关系没？跟我没关系，你打给我。我要帮他冒泡啊。他也不帮我冒。我要帮强强冒一下泡啊。你帮他冒哪一泡？卖哪一间？那个槟榔路的房子，槟榔路哪间房子？它一个三楼，有一间有整修的嘛，靠山边上嘛，1098万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。那个我是觉得很难卖啊。对啊。然后我客人说那边可以接受啊，我就带去看一下啊，不小心就成了，不也说不定啊。你也太旺了吧，最近。你拿到钥匙跟我讲啊。阿友的买房子的跟我看房子看了一两次了，才敢提起勇气问我说：“诶，小姐你哪里人？”啊，你就直接问我是不是大陆来的就好了，不好意思问，我知道，我直接回答他：“诶，我大陆来的，已经来很多年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跑掉，跟我买是安全的。”回台湾以后，我就觉得啊，要重新开始啊，我就拎着板子去 OP， 就碰到。人就开始跟他聊天，那天超冷的，好冷好冷，迎着风。那个大姐也是，哦，在那边我们两个都冻得要命，还可以迎着风在那边聊天，聊了一个早晨呢。他纯粹只有这样子顺手拿一个 DM 这样看一眼聊天，他是去买菜的，他没有要买房子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要买房子，结果买了个一楼的大房子。很多啊，妈妈很多要买菜买房子的。菜市场我觉得就是卖房子的天下。我超喜欢在菜市场附近卖房子的。我见过跟我买房子的人，不是骑脚踏车就是骑一台很破的摩托车，就没有看过开着一台像样的汽车来买的，没见着。我老公以前都说我是洗碗的料，煮饭洗碗的料。我出来卖房子的第一天，他就说：“你能卖得掉房子？
反正家里每一个人都不看好我啊，从来也都没有人认为我会卖掉一间房子过。那我都自己也不敢知道说我能卖掉房子。可是当我卖完了几间房子的感觉就是，卖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卖一张椅子几百块几千块，卖个房子它也是商品啊，不就是贵一点的商品吗？贵的东西服务就要做好一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其他店啊，有个女孩子69年是很厉害，她一年都做1000万。那个孙云熙吗？她净赚500万。600万，5到600万。我们是从零做起，不是吗？我们哪有资源？我们是自己出去找案子，自己想办法去找买方，自己进货自己卖。人家信义永庆是电脑点进去1000到2000万的客人，买方噼里啪啦全部出来，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开始打电话。我们要去哪里找？收工啦。是要收工了，我要下班了，我的菜也买好了。很冷呢，你要去跨年吗？你要去看烟火吗？没有啦。哪里？我北京看烟火。你看那两个嘟嘟嘟睡着了。叫我姐姐，耶！新年快乐，耶！好了，我们要开啦，搭配我们舅舅的。哎，还是要拔了，拔了那么久，拔了7年了。你看，看看状况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我要拔钉子，很棘手，我们就差一户而已，我们就差一户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所有的人讲啊，都讲得通，跟那种精神有点异常的人怎么讲都讲不通。虽然他还是，就他就处于正常人和疯子那一线之隔。我就跟他沟通，还说我去威胁他。啊，搞好久了，不然我早就走光了。不用再吹了，好可怕！廖子瑜，你的帽帽呢？来来，快点，帽帽戴着，不然的话这种天气吹头会痛。好好戴帽帽，好戴帽帽。小心小心，不要撞到谁的小朋友。他最原始是做电子嘛，但是他的本行开电子店。后来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上次那个美国不是金融大危，很多公司都收起来了，他也收起来，还好没有了到钱。后来在家里面就做面线，叫他去顶一个面线摊，在玫瑰城下面一个餐车嘛，花10万，晚上9点卖到1点。也没赚什么钱啊，白天就去给你搞一些直销啊什么啊，结果你等于就是付出啦。那你刚开始你一定有相当的支持他，譬如说你们两夫妻不能负债啊，不能怎样啊，你才有办法去让他中介好好做啊。不然的话你看中介倒那么多，哎，今年就倒了800-900间了，你也要卖2间，等于一个人在那边上班一个月不到3万块。哎呦，小心呐！做玩笑。哎，我六个客人等下就来。哪一个客人？看能不能收握拳的客人。搞了好久了，跟他讲，跟他买一间吧。人头不会跟你讲太多，这是网络找的，网络找到的，这些都是，所以找到的几率是1%啦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因为有奢侈税，大家都把户籍这样子弄来弄去。
我们要找的其实现在也不是投资客的房子啊，是一手屋主的才卖得了。投资客房子有成本，怎么会卖得了？不好卖啊。我跟你说哈，我们没有案子可以独卖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面临这种考验。但是你在想，我们那时候成交我们的专人的东西，别人就是是不是眼珠子都掉下来？你看高秋鹏他们多那个、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刚刚我跟他确认你卖没卖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？屋主居然回答我说，我现在正在签约桌上啊，我可以请我的新的买方。告诉你说，愿不愿意开放给你看一下？他有点消遣他，屋主算是对啊，你在消遣我，你不尊重我。我的客人是从新竹赶回来，正在到达市中心的路上呢。我的客人告诉我说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对啊，没礼貌也没办法，你碰到这种怎么办？那剩下就是授权的事项的问题啦。我之前是卖手机嘛，对，卖衣服。踏进来之后又不想那么轻易就放弃，其实也会啊，我的朋友都会跟我讲说啊，你做中介那么多个月，然后又没有卖到，到现在也没卖到房子，然后又看我每天好像很忙这样很累，对，他就有跟我说，他说你没有想说要放弃嘛？我说我还是想说再试试看好了，对啊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卖不到房子就放弃，我觉得那做什么工作好像都一样，对，我觉得我可能还不是那么。敏锐，不像他们可能都懂说，哎，一个动作是什么？那我都是傻傻的，我可能不知道。就算每天都要跟自己讲说，嗯，好，今天会更好，好，过去就忘记。如果一直去想它，就会让自己觉得很难过。对啊。也希望我们今天有一组买方要来谈的这一个 case 可以顺利的成交，谢谢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我都会差一点，真的吗？好，我就当做许愿了。
我那是多少钱的，你知道吗？五十块的。对，整个钱包丢进去。中介人生就是这样。也要努力，也要运气啊，还是七分运气，三分努力。你看这个，好夸张哦！你瞧瞧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可是就吃起来怪怪的啊！你要抓得住当时的那个 timing。他刚拿出来卖，我就赶快把它解决了，让他连想的机会都没有。就像啊，你说你要买房子，你想赚点钱，但是说到重点了，我跟你说可以买，你敢买吗？使用空间大概35到38平，那我这还有前后阳台，我前面有个7楼，后面还有个宽敞的阳台。我就跟你讲，便宜可以买，你敢不敢买？这就是重点，你信不信任我？你敢买吗？我们做这个是心理战啊，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人的内心世界，他想要什么样的产品，不然我卖的是全世界最贵的东西，哎，你怎么缔结？你怎么成交？面101。所以基本上要看101烟火，站在这里就可以看了。那在它的左边前面是14张的捷运，在未来的2年内会通车。那在前方呢，又是7张捷运站。目前我们带看这么多组，反应都很好，也刚开始卖。嗯哼，我们这里每一间房间都有对外窗，它的窗户是面阳台那边。我带过的客人看过都很喜欢，人家彩线要找很多假买去配合啊，像我自己在带看房子，很多都假买啊，还被我遇到，哎，真的啊，明明就是同行，他也在看房子，被我遇到，他跟我看过好多间房子哦，看到我，甚至跟我谈斡旋，出价谈斡旋。然后出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价钱，我还很认真的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买方，到有一天去看房子，在路上遇到他，才知道他也是同行。你看那是什么感觉？参考看看。你女儿吗？难怪，好像哦。像吗？像。有像有像，像你比较可爱。哎呦，不要这么讲，谢谢。脚好酸啊，贴满了这里都，哇，全部都是小蜜蜂的痕迹耶！我上次被开单呢。这样。那次拍照啊，被开1200，我都没看到人呐、啊，我完全都没看到，只有你老婆看到说有拍照，这样就可以开罚了。这什么世界啊，哎，人家贴的满天满地的，我很规矩把它摆在摩托车上哦，2块板子被开罚，真的让我心里很不公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倒不倒霉啊？你好，参考看看，那间已经斡旋了，屋主不卖。你好，参考看看，谢谢。为什么？他就是差200多万呢，跟他要的价钱，他太贪心了。他一瓶要卖到55，我们买方只出到50万一瓶，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碰上这种不值客。
他比我们还精，2780，我们还差280，280万呢，一个急一个不急，买方说我不急，啊卖方说我也不急，啊心里急，心里急，深藏不露。屋主说他的房子好要创新高，这个时间怎么创新高啊？好痛苦啊我们。你妈想要租30000块，嗯，啊，听好了，不含管理费，嗯，因为你之前都租32000，嗯，也是不含管理费，所以你已经便宜给她了，嗯，那她一定会给你很贵。可是因为她那个1000，她开29000，嗯，所以我刚刚跟你讲啊。你就把球丢给他嘛，这是你妈妈希望租的价钱，嗯，那他一定会给你很贵嘛，嗯，你再，那你就问他说，那你愿意租的价钱是多少钱，你就知道他可以接受的论据是多少了。喂，嘿，米先生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我先跟您提一下这个租金的部分啊，因为我有跟妈妈打个招呼，对，那他是说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租过25000这个价格。对对，所以是稍微就是跟他理想的差有点差距了啦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哦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就他一直跟我讲说他要租3年。我知道，他一定会这样讲的。对啊，然后他就说他现在所有的客人都一定会跟你讲说他要租比较久，拉你的价钱。哦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就慢慢放。你的口气听起来像中介，不像女儿。啊！我第一次这样子用租的案件，我都不懂，忘记找你们陪我去。不是，一般女儿的话，那口气有时候会稍微重一点，有时候会轻一点。你听，你那口气是中介的口气。不是哦。嘿啊，对啊，钱跟你无关系啊，那种感觉啊。真的，想辦法幫你，那钱都不是你的，然后什么都没关系，有租出去就好了。所以我想办法帮你把钱拉上来啊。真的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他快要，他真的要翻脸了。你没有发现，我一直想办法帮你把钱拉上来。屋主比我们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屋主比我们中介还厉害。他自己在抬高价钱，就是让我们竞争呐、啊。他说另一组啊，出到比我们高100啊，我们比他出低100，但是实际上同一组。那这个时候你不能把他戳破，你戳破他会很尴尬，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嘛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说我说谎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下得来台阶？所以不能去戳破他。那这边呢要缓和，也要让他知道我们这边买方不是在苦苦的等你哦，我们的买方也是有机会被转到别间房子去啊，拿捏之间要掌控的好。哎，你要给他说的太死，他又觉得说你这边价钱上不去，人家那里甚至多个几十万我就把它卖了。我们要给他的感觉是有可能上得去，但是客人也有可能会跑啊，你要再会跑还是要再加一点之间做选择啊。现在就是换我们又来制造另外一个状况给他看了、啊、你知道这是在斗智的。下来走走吧，要不要，要不要下来走走。乖乖乖乖，你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参考看看。卖烤鸭的也到了，这边要卖烤鸭，烤鸭大饼，这边要卖施加，所以这里等一下会很忙。这样好啊，这样会没人要理我，都在买烤鸭跟施加。买烤鸭送房啊，买房子送烤鸭。买房子送烤鸭啦，可以啦，我出钱。买烤鸭送房子也可以啊。
开工以后九点钟，对，九点钟可以打卡，好。但是值班的也请注意，就是你下班的时间，请你准点打卡。早晨杨协来拿东西，有跟我讲说今年会特别的旺，他说今年的房市好像看起来很不错。黄帝和一那个了，对啊，反正这个我听完感觉很好，啊、听完感觉很好，所以利空出尽。今年买的房子，明年出去什么税都没有啊。四千万以下的话，如果说照目前的法规来说的话，就所以说买方出笼了。也恭喜恭喜恭喜！快乐快乐快乐！七哥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七哥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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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宇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点！我妈说危险了，不要去了。你们去骑脚踏车，这还给我。嗯啊，人家满腔的热情就被你们浇熄了。快点来啊！就带路去玩一下再回来吧。福源街有。福源街有过来。你的攻击，就是你的主导性的东西，你要能够先抓得住。比如说，业务员最忌讳就是带客人看房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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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走，客人喜欢不喜欢？我觉得他是瞎掰客，他根本不喜欢。你根本就没有看他喜欢这间房子，我的眼是盯着眼睛看你看哪里，你为什么看？然后你在哪里停留了久？这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不会只顾着讲话。我是要一直眼睛盯着你，到底在看什么？你一定要问客人，这间房子一定有你喜欢的，你不喜欢的在哪里？你每次介绍这客人来看的房子，都是喜欢东西多，不喜欢的地方少的时候，你一通电话，他随时来给你看。台风天他也会给你来看，因为他会发现，只有你了解我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差很多了，因为房子没有好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没有房子，通通都是优点，通通都是优点，那叫量身定做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皇宫跟庙，一个朝南，一个朝北，那看有没有八字可以住，对不对？是你手机卖得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做这行业，最担心假以时日，你一定是我们店的台柱啦。店长太客气，我还很多要学的。没有要学是真的，我们也一直不断的要学啊。我们没有办法等啊，我们就是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啊。家庭也要支持啊，不然几个月没有收入，家里面不太支持，撑不住。
这个时候的房市就是要比耐力，自己要坚持的过来，而且有些事情一直重复做，虽然看不到成果，但是还是要持续的做，没有办法。屋主不是三两天就能被感动的。夕阳很漂亮，有西晒。我的毅力也磨得快差不多了。